the floor. Matt, love four. That's five.在第三局王浩打得更为轻松，现在已经是5-1领先。刚才我们说了，在第二局连追7分之后，对于罗斯科普夫是从自信心上是相对比较大的打击。那本身呢，作为单打来讲就不是他的主项，在面对世界排名较高、整体实力这么强的中国选手的时候，而在第二局反胜为败，那对于后面比赛的状态一定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看到他现在在运用技术上已经不是很坚决了。王浩现在是越打越轻松，7-2。王浩9-3领先。罗斯科普夫今年已经是35岁，在欧洲赛场上驰骋多年，但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整体的成绩不是很理想。王浩再一次这板攻得非常好，球距离自己的身体比较远。然后10-4领先，啊，优势很明显。往往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运动员在前面的几轮比赛当中呢，很难一开始就进入状态。像在羽毛球的比赛当中，我国的单打选手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麻烦，这主要是考验运动员的调整能力。中国乒乓球队在备战雅典奥运会的整个备战工作，应该说还是非常系统，另外做了很多的准备，困难的准备，对现场的适应的情况以及客观的适应的条件等等，另外裁判的因素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得很周全。前三局王浩打得很轻松，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在我国的3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当中呢，
作为主攻的单俊华是相对比较担心王励勤能不能闯过外国选手这一关。那么论目前王励勤的状态来讲呢，应该说在刚才结束的比赛当中，自我调整能力确实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另外，大家都会希望我们继续能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有会师决赛的情景。王励勤对王浩和马林的胜机呢会比较大，但是在对于国外选手的比赛当中呢，更考验的是心理的状态和稳定性。另外，要应援到从不适应到适应有一个过程的调整。作为马林来讲呢，要守住下半区，应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他通过多次世界大赛的考验，从心态上应该说是最稳定的。Time, please. Frank, time.我们来看看目前的比分，王浩11-15，12-10，11-5，11-5，第一局。另外呢，在第二局是连扳7分，现在大比分领先罗斯科普夫。罗斯科普夫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基本上和王浩是对不上点，也就是说，在整个的交锋当中呢，大家很难形成交锋，这令他在整场比赛当中显得发不上力，确实也很难受。这边侧身直线还是非常漂亮。6-4。连续的白短，这个球王浩受到刚才擦网的影响，这个球是回的有些大。5-6，罗斯科普夫发球。这球是有一些不出台，因为王浩在判断上出现了一些失误，双方战成了6-6。不到比赛的最后一分，就不能够说结束。现在也要求小将王浩能够继续的集中注意力，不要给对手机会。连续王浩出现了两个失误，这次呢想用反手将球拉起来，但是球处理有些问题。又是在反手出现了问题，那么对对方发球的判断上，王浩现在思想上不是很清楚，他连续出现了3个失误。罗斯科普夫10-6领先。自己打得很着急，这个球呢打得过于急，被球下网，7-10，王浩落后。罗斯科普夫急于拿下这一分，我们看到他刚才两板来讲都是打得有一些过于凶了。现在轮到罗斯科普夫的发球轮次，王浩在自己的发球当中呢连追2分，现在是8-10落后。罗斯科普夫再次反手发力，他现在这种心态导致了他技术发挥的失常，连续3板
那时候都不是很好的进攻的机会，但是他都去发力，有些非常规。好球啊！王浩再次在大比分6-10落后的情况下连追四分。我们的运动员这从心理的自信心上来看，确实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对于大赛的这种应变能力显得很自信。罗斯科普夫再丢一分，12-11领先。双方在最后应该说在第四局现在打得还是很激烈。罗斯科普夫拿下一局13-11。这显示一个老将的这种打球的风格，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特别是在最后他能够抓住机会，他赢得了一线机会。这个球侧身蹲得非常的凶，王浩在回球的时候也对球速这么快的进攻呢显得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五局比赛，王浩在前面四局比赛当中大比分是3-1领先。首先是罗斯科普夫发球，发球抢攻，直接反手的斜线。罗斯科普夫现在已经是打法上越发的接近搏杀的这种境界，因为本身他已经落后，另外他的前300又不好，那么如何在现在已经基本上接近失败边缘的时候来打球呢？他现在采用的是搏杀的这种战术，在前300有一些球呢是没有机会的，但他也敢于发力，打上就打上了，打不上呢也没有办法。这球确实有一些不出台，王浩在拉的时候有一些困难。现在王浩1-3落后。对于对方的这种战术上的变化，现在王浩也显得有一些不适应。罗斯科普夫的发球基本上都是发球抢攻。然后现在对他的发球呢，接发球来讲，尽可能的挥一些短的，尽可能的不出台，不让他下手。好球，这种球就是在小球的处理上很细腻，让对方没法来发力。4-4，现在追平了比分。又是回了一个短的，连续在接发球上，刚才我们说的王浩做了一些处理和变化。罗斯科普夫是很难直接上手，他也显得很别扭。
所以两板都出现了失误。科普退到中台之后，他的反手的进攻确实也是非常凶的。双方现在是5-5，在第五局打成了平局。7-5。这球险些擦边，再得一分，8-5。现在王浩是9-6领先。China calls Wang China。10-6，王浩赢得了赛点。这场比赛应该说王浩没有遇到太大的对方的这种抵抗，但是他在一些环节上还是需要继续的调整，特别是面对对方的这种凶狠打法的时候，还需要适应。那么王浩呢，这样4-1淘汰了德国老将罗斯科普夫，进入下一轮。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这场的乒乓球比赛，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